家务各足量，饥寒食难当，老身身来命运薄，熬死路旁草一阔，过了今年秋八月，不知来年开如何。漂亮，哎呀，太漂亮，哎呦，你听这个嗓，他台词都是背过的。来吧，咱合张影，合张影，太好了。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，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。它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，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。它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。当然，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、中国地图，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。世界地图呢，让孩子足不出户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、澳洲的袋鼠、南极洲的企鹅，超多的新奇事物。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、历史、发展更深入的了解，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，孩子一眼就能记住。地理学好了，语文、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。